去年的八月份开始，我们在夜安新闻做一个单元，叫做历史今天。它是超越了事件所记载的历史记忆，因为历史今天不只要告诉大家发生了什么样的事件，还要从这个事件当中宏观并且微观的观察到事件所带来的历史意义，如此我们才能用瓷器的历史来发挥社会教育的使命。我们在回溯历史的时候，也会发现瓷器四大置业的发展是一座又一座的化城。咱四大置业，咱若好好去给追溯咱的四大置业的迄个形成，那多好哦！十年，祖先十年开始，到十年啊，我就开始呢，搁在要找医疗，开始呢，祖先十年后哦，就起了一份老病死，阿病这么可怜呐、啊，伫华人感觉讲。这个所在医疗欠，所以我一个心嘛。来看这张经典的历史照片，这张照片里有在地上看建筑设计图的是上人，还有林副总。我们还看到了慈师傅，还看到了宣师傅。这张照片的拍摄年代是1983年，地点是在花莲农校的实习农场，也就是现在花莲慈济医院的所在地。那么拍摄这张照片的人叫做林英居，他是一位已经过往的医疗志工。当上人要在花莲找土地盖医院的时候，他每一天早上早课结束就开着车来精舍载上人，在花莲到处绕啊绕绕啊绕，不断地在找寻土地。这位老菩萨为我们拍下这张珍贵的史料，这也是慈济的历史脉络。同样一张照片，上人刚才指着远方，就是这个地方，中央山脉在远处，怪手已经开始开挖土地。上人与林副总在一片的泥泞当中，试着去想象，试着去擘画，这里是慈济医疗置业的起点，再再的告诉我们，这一步一脚印，即便是踏着泥泞，也要向前行。在当村。这种是吼，真侪可以追溯的吼，在面顶这个人物啊，真真正正，啊，拢有故事的嘞。所以要讲吼，咱爱留历史，啊，历史呢，就是时间、时间呐、啊、空间的华人，啊，华人的地点开始，咱的四大企业。慈善，因为人间苦多，其实人生不见苦啦，都会不知福。不知福的人呐、啊，总是感觉享受是理所当然，就不会呢去启发他真诚的爱心。有不少。不少的慈济人都会说：“啊，我因为呢去看到真侪的苦难人，对委员出去访视，看到了，原来呢每个月的委员来说的每个月的100块，但是呢。”可以做这么多事啊，那种的100块的价值感哦，就会这个都提升了、啊。所以我很期待那年人文，一般叫做媒体，把苦难事把它传给。一般人，让他们见苦，啊，知道这个苦
是安怎来，是怎么来的。啊，这一群苦难人呢，是安怎被人发现到，要发现了后呢，是如何去帮助他。这里面吼，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可说的话，有很多很多呢可以成为呢教材的方法，边学边做啦，有行，有付出，有下去成就别人，这慢慢慢慢呐、啊，它也变成了哈，有做无求啊，但是真欢喜啦，迄、那个心态的转变，开始有方向爱求，爱求，但是呢，到个方向呢笃定啦，做做到啦，大家人都讲忘我忘我，其实忘我不是。不是困去，不是独孤去，是真正的更提升精神，好好的闻思修，爱听听，大家要多爱，同时要思考，所以你讲脑听了爱同时思考哦。在思考的反应，这吼就是咱伫咧开会中间，就是闻思修。咱若要讲吼，真正一修啦，就是爱步步踏实，那就是叫做菩萨道。菩萨道呢是觉幽静，已经笃定啦。了解人间疾苦无常等等等等，所以呢，下定决心啦，要行这条路，所以叫做觉幽静。那觉幽静的中间呐，这非行菩萨道不可，唔是干那吼，坐伫迄个所在，想要求呢，听，就是已经呢。很愿意付出，付出。持戒人呐、啊，似乎拢一直呢称呼菩萨，一直个叫叫顾嘛是吼，一菩萨啦、啊。我们要尊重他，感恩、尊重、爱。所以我定来讲，感恩哦，感恩先该结好缘，就是一点爱付出，或者是愿意配合，我们都要赞叹他。所以呢，感恩呐、啊，感恩啊，这种用赞叹呐，来结好缘，啊，带伊行，这叫做步路。啊，咱陪伊行，啊，这就是菩萨不舍众生啊，啊，就是安尼那行，我们大家呢，都是可做见证人，好，因为。咱也伫内底，啊，咱唔是干那我尔听，你甲伊，大家人彼此，哦，我想到吼，啊，我都提出来讲，啊，有力见证，啊，伊，咱阁想到讲，啊，伊咧做啥物，我们大家来见证，让他自己呢承认，对，我迄当阵就是安尼，啊，唔是安尼哦，我还阁有啥物，那、啊、家己呢？就自己的生命盘点啦、啊，故事搁出来，所以咱不要怕烦，也不要想讲哦，啊，这咱用人在伫咧记录，啊，这个有啥物关系无？卖安尼想，这叫做回报。回报似乎敢那一个心愿哦，有今仔日的组织啦，就是有遮的委员，不管哦，伊是毋是有啥物。显现出来的，只要我们接触得到，它就是一定有故事。各位大爱哈，菩萨总是呢要追追追哈，啊，可以把它那这个
历史任务，我们不是杜撰的小说，我们是呢真正的很有价值可以传承下去的是柳树哈，总是司马迁会当讲哈，有一挂真丰富的迄个人文历史哈，这嘛是都、就是爱有人做，所以很期待我们大家把这样做好。现在有这个科技发达哈，帮助咱做足侪代志，啊，总是呢。有文字，有声音，有影像，这就是我们要很用心哈。啊，这真感恩呐，感恩所有的菩萨的用心。